有两位阿嬷为了唱歌，居然上演了全武行。社区活动中心提供卡拉 OK，让民众来欢唱。而一位80多岁的黄姓阿嬷坐在桌上唱歌，挡住后面一位60多岁的吴姓太太，双方一言不合倒在地上扭打。黄姓妇人还拿麦克风打伤了吴姓妇人。两名老妇人争抢麦克风，接着就跌倒在地上扭打。哎呦喂、花莲市一间社区活动中心的卡拉 OK， 9号上午有两名老太太在里面唱歌。不过穿粉红色衣服80几岁的老太太挡住坐在椅子上60多岁妇人的视线，两人一言不合，竟然就直接动手。因为我上80几岁啊，70岁啊，20岁啊，哎，我做啊，80几岁啊，从麦克风的唱歌，麦克风小啊，弄掉啊，有老岁啊，有老。